十一，穿毛衣，穿西服，穿衬衫，穿裙子，穿裤子，穿鞋子，穿袜子，戴帽子，戴手套，戴眼镜，戴戒指，戴手表，别的，饮料，地图，录音，小姐，先生，女士，尝试，换，脚，借，交，安静，热闹，吵，厚，薄，松，紧，不错，还，已经，终于，一边，一边，为什么？因为，所以，明天要穿着西服去。戴眼镜的人是我的老师。有没有别的颜色的？这种饮料卖得很好。手机地图真是太方便了。这个录音录得不太好。小姐，可以借用一下你的笔吗？先生，您找谁？王女士，英语说得很好。这是我做的，请尝尝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试试。你想换多少钱？他找到了很好的工作。借笔买划算。他现在在中国教日语。这里很安静，是学习的好地方。昨天的聚会非常热闹。旁边的人太吵了，我没睡好。这本书太厚了，我不想看了。你的衣服这么薄，不冷吗？这双鞋子有点松。最近胖了，裤子紧了。你做得很不错。他还没去过外国。这个手表已经坏了。他终于给我戒指了。孩子们一边唱一边跳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点担心他。因为我要去中国，所以我学习汉语。他唱得真好，他网球打得很好。